马来西亚莲花井墙问的师尊你好，弟子想知道为何莲花童子是八颜色？这些颜色是修出来的吗？这些颜色是修出来的吗？十八种颜色，这些颜色是修出来的吗？现在问大家，是我问你答，哇，天哪，是咕噜咕噜的佛母哎！哇，还有福哎！天赐财富符，哇，这个活牌很好，这个奖马上是你的。好，谁能答？举手。那边有人答。政府。哦，是那个。艳丽是因为艳丽所以产生出来的，是吗？才有那种颜色，是吗？哦，艳丽产生那种颜色。我告诉大家哈，密教的几个颜色非常重要。红色就代表敬爱，那么蓝色就是代表降服，黄色就是代表正义，白色就代表习斋，就是习正。怀疏，习真怀疏，艳丽所产生出来的颜色，讲的是有道理。你根据哪一本经典所说？艳丽是根据哪一个经典所说？刚刚两个回答了，请你站起来。真佛经，那你回答呢？但是啊，他讲的是他举手最快，所以还是他拿走了。好，很好。你等一等啊。好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谢师尊。这马来西亚莲花井墙问的，弟子想知道为何莲花童子是八种颜色，而此颜色是修出来的吗？是因为艳丽所产生出来的颜色。艳丽所产生出来的颜色。